陈爱顺美委员的我们主任，还有我们里长，我们林长，以及现场所有今天晚上参与这场音乐响宴的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谢谢大家哈，我是市长郑文灿秘书。那今天是中秋佳节的这个连续假期，先代表市长祝福各位中秋月圆人团圆。今天月亮也很漂亮，我想看到。有，刚才我路上有看到，好像比昨天还要圆，就今年的月亮比较圆一点点了哈。那其实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市长只有一位哈，实在分身乏术，所以特别交代秘书要来跟我们唐代音乐坊恭喜之外，也跟各位乡亲借此机会，谢谢各位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支持郑文灿市长，那也仅代表市长，感谢大家的支持跟照顾，那市政府团队会继续努力。那在这么温馨美好夜晚，今天风凉凉的。然后有我看到安排了好多首曲目，有客家歌，也有那个江蕙的《哇咖喱浪屌屌》哦，对，所以非常动人好听。那先祝福这个晚会圆满成功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市长秘书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的表演准备要开始咯，请到现场的观众，我们赶快。